电视剧《小女霓裳》是由丁一舟执导，李佳琦、毕文俊、孙佳璐等主演的古装励志轻喜剧。该剧讲述了职场世家之女谢小宁历经家变，决心自立自强，化名霓裳，卧薪尝胆，虚心学艺，终于凭借过人才华和智慧，在制造业站稳脚跟的励志故事。该剧于2021年4月20日在优酷播出。